今天好不容易哦，他这个特地哦来跟我做这样的一个讲授的课程哦，我相信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概念跟启发哦。那其实馆长回来其实非常非常谦虚，非常客气的哦。那他在那个馆里面哦，其实做了蛮多的一些哦创举的哦。我想说，其实我们看看全国这些馆场的经营概念哦，其实比较说是说成科啦，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创新之中哦，其实就是常常的一些展览或者什么，他还是结合一些当地啦哦，还有一些哦一些各地的资源哦，然后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馆场经营跟理念。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借鉴的经验哦。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哦，馆长特别有远渡重洋哦，来到这个澎湖来为我们做这场演讲哦。那我们是不是这个热烈的掌声哦？欢迎我们今天的那个讲者。